本集由向天哥闷骚培训总监大毛赞助播出。有缘千里来相会，学习一点都不累，职场技能都学好，升职加薪跑不了。一篇长长长的数据表格，小数点太多时总会显得眼花缭乱，读起来非常的吃力。而如何进行小数点快速对齐呢？制表符来。这个数据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资金这边全是小数点，长长短短的，读起来非常不方便。怎么快速进行小数点对齐呢？点击视图，首先把我们的标尺调出来，勾选起来标尺，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制表符，像第一个它就是左对齐制表符，点击一下居中对齐，点击一下右对齐，再点击一下就是小数点对齐。怎么用它呢？首先选中要对齐的数据，选中，然后保证我们的制表符是在小数点对齐的制表符的状态下，在上边标尺上面轻轻的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数据就会以我们的小数点制表符为准进行小数点的快速对齐。我们插入一个形状，可以来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小数点的对齐呢？读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其实小数点对齐除了可以对齐小数点以外，像这些短的横线我们也可以进行对齐的，例如这个其他符号对齐。使用方法是一样的，首先选中我们要对齐的内容，在小数点对齐的制表符情况下点击一下我们的标尺，现在就是为基准了，它无法自动进行对齐。这个时候我们在数据前面点击一下 Tab 键，在它前面点击一个 Tab 键，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数据就会以这个短横线为准进行对齐。微信搜索向天哥，学习 Office 等职场技能就选向天哥。